让你精神崩溃，你说这是非常重视的，所以冲突要化解，不可以用武力，不可以用暴力，啊，怎么化解法呢？要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化解我们对一切人的冲突，对一切事的冲突，对一切万物的冲突。 从正化解，使你自己身心和谐，你才能够做和平工作。要不然，你这个和平工作是白费力气，啊，你怎么成功的？所以你自己不从自己内心成为法师，啊，这是我教你的方法，他们能听懂，能接受。所以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，他又来找我。 学校来找我，那举行第二次我们座谈。第二次座谈，学校已经准备了，他把这个培训书都写好了，啊，确实请我做他们和平学院教授，参与他的工作。学校去有两个学校送博士学位给我，我就给校长说，我说这个对我没用处，啊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们做朋友好。 有什么问题，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天，谈谈，我尽力的帮助。这个校长就提议说：“他说你还是要解释。”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这个理念对于这个化解冲突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方向，这很难的。他希望你代表学校，代表我参加国际。 和平会议，啊，所以这个人，联合会邀请的这些人士都是专家学者，他不要请宗教人士，啊，所以这样一个原因，我就接受了。接受之后，就是最近这个4年当中参加了10次国际和平会议，这当中有7次。 是联合国辅导的，所以跟联合国产生了关系。那么第一次是我参加的啊，第一次我是第一次会议是在曼谷啊，也是我头一次到这个泰国啊，泰国是个佛教国家啊，也是小乘国家，我在那边住一个星期，跟这些。 小陈呢，也建了很好的缘分，就跟他们产生了关系。头一次我是从来没参加过，所以没有说话，完全观察，啊，看，多看，多听，啊，多了解。就第二次在这个日本，啊，在日本冈山，第二次、第三次。 第二次，那就有发言了。第三次以后啊，都是摆的主题发言。以后是每一次主题发言，我都把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方法啊，这提到中国那些专家学者确实对中国文化历史非常的尊敬。 因为中国5000年来从来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，啊，你看25史里面没有记载中国跟边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，这个肯定这是一个和平的政权，啊，非常了不起，最难得的。 中国可以说是长治久安的啊一个族群，虽然它的朝廷朝代的改变的时候短暂的这个动乱啊时间都很短，可是政权一建立之后，立刻它就上轨道，确实是长治久安，就是。
政权建立，我们在历史上看，不超过5年，治理足矣，人民生活才能走向安定和平的轨道。啊，都有所遵循。那么这一次这个动乱，历史上非常少，清朝亡国之后一直到现在，国民党时代没有治理足矣，现在也没有治理足矣。这个国家没有理，没有人，人民生活无所遵循，就乱乱套。我们看到实际上很难过。像我们这个回到国内，看到国内很多我们的旅馆，旅馆里面的餐饮全是西方的，这中国东西没有了。看到是中国这个有身份的人都穿上西装。外国洋化，这个看着确实是很难过。在飞机上也是如此。飞机上餐饮水、餐具水都是西方当差，好像中国东西都没有。这个是，实在说，外国人看起来的时候，是中国人没有文化，没有自己东西，中国就像西方学。这是我们很难过的事情。我们到外国的时候，我们是穿中国自己的服装，我们从来不穿中国服。我参加布什总统的宴会，我也是穿我自己的服装。宴会当中遇到一个出家人，是美国的和尚，美国车，他的师父是日本人，他剃个光头走到我面前给我喝茶。他说他是和尚，我说你怎么穿西装呢？那就不方便。我在想，包括联合国也是如此。我第一次到巴黎，教科文组织总部，遇到那边一个宗教代表，跟宗教联系的代表，斯里兰卡的法师，小乔法师，见我的时候也穿着西装。他说他是和尚。我说你怎么穿这个？就不方便，我才了解，这个误会呀都深了。所以以后的时候，很多人遇到我的时候就放肆。大概在国际场合当中，只有两个人我看到在场合不换服装的，就我一个，达赖喇嘛一个。是在以后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，跟什么人见面的时候，不换服装。我们有自己的文化，我们的文化受到别人的尊重，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去，有些地方不可以去。所以外国人是很羡慕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这个中国自古以来这是晋国君临交涉的起源，那就是政权掌握之后最重要的一桩事情。就是办教育，教育办好了，社会就安定，天下就太平，都是教育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把教育摆在第一，佛教是教育，这佛教这个教育的时候是外来的特殊教育，皇上管的，对皇上管的，那么传统教育对社会大众教育。是梁这个汉武帝，汉武帝采取了孔孟学说作为国家的时候，这个教学的标准，他这个选择选得非常之好，因为在他之前，孔孟跟诸子各家地位是平等的，没有突出的，是平等的。他选择孔孟非常有道理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为什么？诸子百家固然有固然的长处，就是他们都有法，都有创造，唯独孔子、孟子没有发明，没有创造，是老师。所以汉武帝选择老师，
能有什么新奇的东西？这个很了不起。孔孟的学说是继承过去2500年的传统，从皇帝尧舜禹汤文武武周公是一模相承下来的，所以孔子也是述而不足。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教的，他所传的，都是老祖宗的传统，这个有道理啊，没有新奇啊。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的，他是古佛所说的，我没有改动一个字，没有增加一个字，古佛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所以这些人是老实的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着重是开发人的悟性，帮助人回到自信，就回到本身。那么佛讲是觉悟，佛讲是佛这个意思是觉悟的意思，回归到本觉。佛家里面讲本觉本有，中国人讲是本性本善，无非是回到本善本觉而已。哪有创造难发明的？一创造发明者，必定就生了。一回归到自信了，自信本有无量智慧，本有无量德，本有无量相好，你为什么不恢复它？你要去搞新发明。这个是，我觉得是这个汉武帝是非常聪明的选择，这个是确实，这个孔孟啊超过诸子百家，里面就是没有道理。那么我们是以东方圣贤伦理道德因果这个理念去介绍。给联合国参与和平工作的一些朋友们，让他们都是不能够接受，不能欢喜。可是会后告诉他们，放肆了，那就是理想，这不能理事。这个话说的时候，我就没法子，怎么能证明这个古圣先贤的东西，在现在这个时代还会起很大的作用？我们也相信这个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解决21世纪是个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。这是外国人讲的，我也在大会当中给许多外国朋友问的，一般人说到孔孟都想到45经13经，那么讲到大乘佛法一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，就像这个，我说这一点真管用吗？真能化解问题吗？不但外国专家怀疑，我们在国内有些学者也怀疑。他们你的话没有说错，我认为他没有说错。那我们要怎样去解读呢？他讲中国这个文化实在讲的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根在哪里？我们找根，要从根上下手。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小学生写字一样，那根是什么？根是讲点，学一点，要学多少遍？
要学1万到2万遍。那学写个一，那个一字学写多少，也要写1万到2万，这扎根了。然后你才能学好，你没有根怎么学呢？啊，没有根就是盆栽，你看得很好看，它没有根啊，它不能开花结果啊。这软的根学做了同盟的教育啊，所以我们就提倡说，儒的根就是弟子规啊。有很多学者说，这弟子规教小孩的，不是教小孩才是扎根教育啊。你没有学过扎根教育，所以你今天救不了世界。你影响不了别人啊，必须要从根，道的根，太上感应品；佛的根，十善业道经。这三样东西确实，像汤姆所说，真的能够化解冲突，能够把世界带向安定和平。啊，就是扎根的教育重要。这个扎根的教育在。孔子教学了思考啊，德行、言语、正思、文学啊，他的文学里面包括文学、哲学、科学，这包括很范围很丰富啊。可是根是在前面两条啊，这个德行呢，跟言语。那么《弟子规》虽然只有1080个字，一句3个字，360句，这个里面的所写的这些文，你细心去观察，都是出于45经13经，都是出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它是儒家学术的生活化，儒家学术的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你说得到什么？总的说，应当从这里学习。所以参加会议之后，人家问我这句话之后，我就想一想，我们必须做实验，不做实验的。他们不相信啊，所以我在美国找过，不能成功啊。在新加坡也是没法子，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啊，这个缘不成熟，土地找不到啊。在澳洲，我选择的是小城，市长告诉我，这小城里面的信仰宗教的。只占22%，其他不是宗教，而且是各个不同国家地区移民过来的，很不容易啊！这个团结啊，这个是没法子，是回过来到故乡去看看啊，回老家去看看，我就做个事情，给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呢。说大家就很高兴，哎，回家来做，回家来做，这我家乡可以做啊。所以这一来的时候，正好也碰到有一位居士，这个送一笔钱，做这个事情也挺够，所以就在庐江选的汤池小镇啊，就是实验，是这个实验开始啊，是从05年的生日，先找老师，先培养老师啊。我们找老师很负责任啊，一共找了37位老师啊，报名的300多人，大概取10%。那么我跟老师们的谈话是鼓励他，你们不是平常的老师。我们这老师的对象
是有教学经验的幼儿园的老师，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，我们招这样的人，我就告诉他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事业，把中国传统文化带起来，做一个联合国刊，做文刊，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确实能够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的蓝调和和平。我说你们怎么做法？这个《弟子规》这个小册子，希望你们在四个月当中百分之百的落实，你们都要做到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我说孔子教学为什么他能成功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成功，为什么？他心里做到了，然后再教，这个影响就是他趁慎重。我说自己做到，教别人是自己说到之后就能做到，为什么？这是别人自己说了，叫别人做，自己做不到，那叫骗人。骗人总有一天被人吃穿了，就一文不值。所以我说你们要学孔子，做现代的孔子，做现代的孟子，做现代的释迦牟尼佛，你就给他这样鼓励，给他这么一个使命感。没有想到他们两个月的老师，我们分场干了，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了，两个月他统统做好了。我说那行，杨老师告诉我就行。他想到每个村庄，分头到每个村庄去讲，到每一个农民家里去讲，用什么叫身教？不是言教，身教。你家的老人，我把他看作是我的父母，我怎样孝敬父母，我怎样照顾父母，让他老人体验，让他家里的儿女看到，这样办，地区的人，男女老少过好过，很感动。我们原先预定想的是大概要三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没有想到三年。三个月的时候，这个民风整个转变，我非常感动。我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这是祖宗之德，是中国文化底蕴的非常深厚。我希望这个效果呢，要推到联合国，希望联合国的时候能够主动推动。每一个国家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，至少有一个像他这种试验点。大国呢，希望能够有三五个点，然后每一年有一个检讨会，来认真检讨，来改进，怎么样推广。我们可以在每一年在联合国开一次大会，做一次检讨工作会议，那就很有效果。所以我们这个目的是希望联合国来推动，而且我介绍了联合国，希望联合国将来要办一个什么，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。那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，那将来的时候宗教自然就团结了，就是同学，就是不同科系而已，都是一个学校毕业出来，宗教自然就团结了。宗教团结起来之后，那么这是会影响政治，会影响族群，会影响这个派系。现在走向民主的时候，民主需要选票，所以它统统会产生影响，确确实实能够把这个冲突化解，把世界推向到这个和平。那么希望再有一个能够有一个多元文化大学，多元文化大学是让这个全世界族群古圣先贤这种教育，我们也能够把它
世界跟从前不一样啊，从前呢是交通不发达，这个没有资讯啊，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啊，所以变成了许许多多这个族群地区的特殊的文化。那么现在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那么新的这个科技将来比这个卫星电视还方便，就宽频网际的这个电视，我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样品已经拿来给我看。那么收接收呢？刚刚手机可以接收啊，它有个小电视机，就是下面和一个可装的壳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一点限制都没有啊，随时你能够收看这个资讯啊，全世界资讯都能够收看。那么我想这个开发不会超过3年啊，卫星电视会淘汰，因为卫星的成本太高啊，会淘汰啊，就越来越简单。那么将来这个教学一定呢要走向这个大众媒体啊，就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。那么佛教宗教教育这么好啊，被人误会了，这是非常可惜啊！我们感慨万千。那么要用手段，必须要用高科技啊！所以我自己这个讲经教学啊，我用网际网络有10几年啊，所以产生很大的效果。我用卫星也用了5年啊，2003年元旦开始用这个卫星，我们用5颗卫星。覆盖全球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24小时都能够收听到。啊，所以必须用这种方法来教学。啊，这是我向联合国建议，希望联合国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这个电视台，啊，有自己的这个宽频网际网络的电视。有这个大学啊，有多元文化大学，有这个宗教大学啊，把宗教团结起来，把族群团结起来，世界和平，世界确确实实走向了一家啊。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做的一个工作啊。这个宗教跟世界和平总算是一点具体的内容了，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。总是希望这个，因为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，任何地方发生冲突，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啊，我们不能不关心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求的是全世界的两点。那我们学习释迦，学习孔子，他们用的方法是办班教学。啊，我们办班就现在办班合作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300余会，那就是办班，啊，办班300多次。啊，这也是办的活动。大的活动连续了好几年，小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小时。啊，大大小小的他第三年，他办这种活动，教学的活动300多次，教学了40几年。所以从他一生的这个行为上来观察，他确确实实是大教育家，是大哲学家。也是
方法确实跟中国古人很接近，跟现在的西方不相同。他用的方法都是用禅定，他不用激进，而用禅定的方法突破空间维次。而且禅定是每一个人自己本来都有的。现在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？问题发生在妄想分别之中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”所以，你只要把妄想分别之中放下，你的本能，科学里面所讲，你潜意识的能量全都发挥出来。现在就是你是被妄想分别之中障碍住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种实现，他是学了什么？放下，最后在菩提树下入定，他放下，把妄想分别之中通通放下。他的自信里面本有的正能全部显现。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没有参学过，他也是在五祖房间里头半夜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他大概听了三分之一，他放下了。这一放下，他开悟，说了这几句话。他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那个境界完全相同。释迦牟尼佛是以佛身来教化众生，那么慧能大师以祖师身份来教化众生，这就是应以什么身得众就现什么身，得大自在啊！所以问题是在你肯不肯放下，不在这一点。你看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拿着大涅槃经向这个慧能大师请教，慧能大师说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这个无尽藏比丘尼，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懂得意思？他说：“佛家讲的义理跟文字没有关系。”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你要真的能够放下，所以佛家的是你放下执着，我们与对人对事对物不再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。三大类的这个障碍，第一类的就是执着，不执着你就成阿罗汉。那放下分别不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最后的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本来是佛。你看看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从前我跟张家大师曾经跟我说，佛法的修学，在哲学上讲，确实是知难行易。怎么行易呢？你放下就是。所以转凡成圣，凡夫变成佛，在一念之间，你这一念放下的时候就是佛。所以一念迷就是凡夫，一念觉就是佛。所以佛在经上有两句名言，是迷为一念，那个一念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一念，悟知一心，你真正觉悟的时候是一心呢，没有念头，那你就悟了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你是越学习，你越有收获。真正是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东西不需要学的那么多。Thank you.
只要你真放下，你智慧就开了，你就能应付一切的疑难杂症，没有一个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圆满的智慧。所以佛教人谦卑，谦卑要知道尊重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爱护别人，帮助别人，看别人的时候都是一尊佛，不要去管他是善人是恶人，用平等心去接待，叫真诚、亲近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是你的真心，你本来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儒家讲的时候，伦常八德，你本来就是。现在好像也做不到，那你是迷失的本性。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迷了。如果你觉悟了，你就会到。所以这是我们在汤池教学的，得到这个体验。在没有我们没有去教的时候，这个人也是很难。很难相处，自私自利呀！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呀。那么通过三个月教学之后，我们讲良心平衡，心持心教，主动不需要你劝他，不愿意做不能放的事情，他用什么做不好的事情羞耻，感动人的故事非常之多。真的是回头是岸。那么这是初步，初步就有这样的效果。更深，这个向上提升，那就是要栽培。真正这是道德学术啊一流的人才，这是我去年。我们巴黎活动完了之后，我到伦敦去访问牛津、剑桥跟伦敦大学。那么我跟他们的汉学系，这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，汉学系里面的这些教授、学生跟他们交流，我跟他们上了两堂课。很难得，因为都是学汉学的，这个普通话都讲得很好，不需要通过翻译，直接交流，非常方便。他们有用，无量寿经写过四论文，哎呦，我都很惊讶，这在中国都不容易啊！无量寿经的翻译本子很多，是用哪个本子？他们下联居都会记得。下联就是山东人，那么跟我们这个有一点关系，非常非常不容易，另外一个学生有孟子，还有王维，唐朝的这个文学家王维，都做论文，我给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呢，可以拿。中国儒释道三家写论文拿到博士学位，拿到硕士学位，可是你们的一生依旧会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。我说了，听大家的笑出来，教授的笑出来，我说你不可能像我这么快，我的一生是真的生活在幸福、快乐、圆满的事情，正是方老师当时介绍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所以我非常感激老师。每一天念念都不忘老师，不是老师的教诲，我也生活得很痛苦，哪有这么自在，哪有这么幸福的。不是你们懂的，他们听了眼睛就睁得大大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所搞的是佛
要拿到世间的学位。我学的跟你们恰恰相反，你们搞佛学，我是学佛；你们搞儒学，我是学儒；你们搞道学，我是学道。那两个字颠倒就不一样了。学儒要学孔子，孔子是我们的典范，我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，我就很快乐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佛呢，佛给你讲的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呐，你才真正得到啊！我那一个小时的上课的时候，对他们很有启发性，告诉他们颠倒，这个关系很重要，你可能搞错了，你也把它专门当作一门学问研究。与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，就说学以致用，学的东西一定变成自己的生活，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待人接物，这就成功了。所以我勉励同学要真干，不能干假的，要干真的。古人说得好，人人可以为尧舜啊，人人可以做孔孟啊，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做啊。孔孟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弟子规做起。只要三个根扎下去之后，你就具足圣贤的基础条件，在上升就没问题。所以回来之后，我就想到，现在世界没有一流的好老师。这三个学校我就看的时候，和我很难过。不能够怪别人，我们国内没有一流的老师。外国人达到第一流当然不容易。所以这次很难得，剑桥大学的这个指导教授，他下个月也要到汤池来参观。外大伟教授跟我联系了，还来参观，跟这个实践团一起来再来参观。所以一定要做到，学的东西做不到，你学的还是那就白费时间、白费精力。学了要做到，所以我也勉励我们上洋大学的同学，你们既然学哲学、学历史、学这个宗教，你要学做圣人，你要学做贤人，那就有价值。不但你真的把中国传统东西复兴起来，而且对于全世界安定和平会做出最伟大的贡献。那么提升有基础提升的时候，那就还是中国的方法，圣人寒窗一学成名啊，学只学一样，绝对能够搞懂啊。多了解，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，你不能够记住。从中国的这个传统教学，从小就是叫你学定啊，你小孩这是得定功啊。你看小孩学写字，心不定写不好啊。无论学什么东西，都在他清净心里面。这是外国人不懂，因为小孩子要活很活的啊，那个学的东西一定在定中成就的，要专一啊。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学术最高的指导原则，真不愧不是好。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是每一个学习的人啊，教学的人都要肯定。我在国外许多学校跟校长老师都谈了这个问题，人性本善啊，是学生不好教，那不是学生不好教，是你老师不会教啊，你是不好教把他开除掉，你教的是爱
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恶人变成好人，把迷惑颠倒的变成聪明的人，转变他，教育是成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你自己得懂得，肯定能进步。啊，所以有教授，美国教授，那是在这个昆士兰大概是很有地位的。我看到他座位排在院长旁边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他地位很高。他就问我：“希特勒性也本善，不是是本善啊？他变成不善的习性，那不是本性吗？本性本善，这个要肯定啊，本性本纯啊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人恢复到本善，恢复到本纯，这是教育的成果。”所以要晓得性相近大家都一样啊，就像佛所说的一切众生啊，即本来是佛啊，习相远。所以教育是从这兴起的啊，这个习惯，这个是跟你的本性就越来越远，就国不教性乃迁，这就需要教育啊。教之道不以专，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教要断，学也要断，啊，不要学的太多，一样东西学，你学一样，先是定的，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悟，就觉悟了，一觉悟时就通了。所以佛家讲，一切通，一切皆通。到你真正觉悟了，世间所有一些学术全部完通了，这才是捷径。或是说学多了，学多了就。你的常识很丰富，真的是叫一窍不通啊！所以说，一门通是门门通，一定要先定下来、静下来，你才能有收获。如果心浮气躁去，才学不到东西啊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学东西时，你对道要尊师重道啊！为什么尊重老师？重视我的道义。啊，那么对老师有怀疑，对你所学术的东西不尊重，你学不到。啊，无论学什么东西，你一定尊重他。啊，对这个教导我的老师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尊重他。啊，我有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你才真学到东西。你学到的可能超过老师，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是一定的法则。啊，每一个做老师的。希望有这个学生，学生超过自己不成功，学生不如自己，他教学失败。啊，一代要比一代提升，向上提升，这是正确。啊，所以绝对没有嫉妒，啊，没有怨恨，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下一代，下一代超过，啊，一代一代都超过，这个社会也永远在进步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想我的报告就到这个地方，我再结束。谢谢。Thank you.